国足少爷们都戴什么表？国足后卫张琳芃的纹身非常有辨识度，戴的是一块万国的新普记系列，价格96500元。郜林戴的是艾比的皇家橡树系列，价格33万7千元。前国足队长郑智戴的是一枚理查德米尔 RM6101， 价格112万9千元。韦世豪也在追随郑智老大哥的脚步，戴的也是理查德米尔 RM3501， 价格102万9千元。最后表妹想说，能让这些千万年薪的大老板去场上拼命，除非他们真的有信仰吧。